来来来，喝完这一杯了，还有一杯。非常怀旧的一首，就是客家伍佰的歌曲，非常怀旧。对，你唱了，就突然想要加一个客家。好，对，刚刚那首好听的歌曲就突然的自我。那后当唱一首这个算是这个怀旧的那个电影的经典名曲。通常伍佰的旁边一定会有一个万芳。你要唱万芳的歌啊？但是他这首歌是万芳的歌吗？不是，不是，对，苏芮的歌。好，大家来听看看哦，这首好听的歌曲。Thank you.
好听的歌曲，谢谢。
So I wake up morning at the bar.
我介绍一下，听说一样都来自桃园，对不对？没错。跟我们阳明的乡亲们打个招呼好吗？阳明的乡亲，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你们好吗？情十足，那当然，今天这么热情，我们最后一定要带来一点更热情的歌曲，对不对？听说呢，我们彩虹乐团今天有带来一首非常热情的安口曲，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燃烧吧，火鸟》。山顶海，也是阿爷煮头前。
这个杨梅的乡亲非常的热情啊。没有错，我们也再送个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于大哥，欢迎。那当然呢，我们杨梅很多朋友们都非常期待见到我们于大哥本人，而且刚刚也非常的亲民跟大家握手。要不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于大哥最近的近况，在忙些什么？不是，等一下讲近况，因为这个围棋啊，有时候要想到后头去了，按不完，按握手握不完。没错，很抱歉后头没有按到人，我待会如果有空的时候再绕一圈好了，好不好？哇，我们的于大哥真的非常的亲民，没有错。这样我跟各位报告哈，最近又新开了一个节目，是在华视。在华视。华视，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要记得。12台，十二台。对，12台华视。黄金年代，希望各位准时收看。谢谢你。没错，于大哥新的节目在华视，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叫做《黄金年代》，请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你跟我好不好？相信有现场的朋友们。还有，我跟各位报告，郑文灿市长是我的好兄弟。没错。所以我们继续给大家连任，好不好？好。好不好？那当然一定好，因为我跟你讲，全6都里头，他的政绩最好。没有，非常受到我们现场很多桃园朋友的欢迎。所以呢，我们从来不担心郑文灿连任的问题，我比较担心我们新北市。我今天不是以新北市主委的身份来，我是以演艺人员的身份到这里来跟各位见面，所以大家不要有压力。没错，今天就放松听歌就可以了。大家不要有压力。好，不是政治的选举，不是。没错，要一起来点亮杨梅，对不对？当然了，今天就是要来点亮杨梅，很久，非常非常的久没有到这边来了。没有错，所以我们相信朋友们都很热情。但今天呢，5点多，一堆人就已经来到现场排队了。再一鞠躬，谢谢你们。好，没错。那当然呢，接下来于大哥帮我们带来的歌曲，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那当然啦，因为我看今天也有很多年纪稍微比较长一点的，跟我差不多的。天气变凉了哈，大家注意一下，然后稍微多穿点衣服，对，好不好？注意保暖，多穿外套。尤其最近，就从今天开始以后都会稍微凉了，所以出门的时候大家多穿点衣服，免得感冒。这边的朋友，对不起，你们都没有椅子坐，抱歉啊。哇，我们这边朋友很热情。这边也很多，抱歉。这边也很多。这个主办单位真是要怪我。应该是我们杨梅的乡亲朋友们太热情了，大家都是蜂拥在今天一起来到我们杨梅后火车站。这么多人站着呢，椅子都准备不够，干什么呢？好，没有错。我都替你们骂了啊，都替你们骂了。真的，只有我们于大哥可以这样讲。不是啊，这个真是过分的，在那么多人都没椅子坐，你看看，椅子以后办这个活动要弄多一点椅子，听到没有？是，知道吗？没错没错，是。已经替你们骂过了哈，抱歉哈。好的，那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是？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歌，但是呢，我自己唱的都快吐了。有没有人可以大声的说这首歌的名字叫？标准答案。等一下，我来问一下。好，这个榕树下这首歌会唱的举手，我看看。要求好像都举手都会唱吗？真的吗？没错，也是我从小到大听过来的金曲歌词。记得的人举手，我看看。记得歌词的来举手。真的有这么多啊？来来，中间穿红衣服的来。我就不相信耶。看姐妹这回请是不是？对啊。哇，我们的于大哥真的很亲民很热情，特别邀请我们民众一起上台。来，您贵姓？周公的周。哦，周公，年丰周公啊！这么早天了，你可以下去了。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于大哥。您就姓周公的周吗？哎，我单姓周。好，那榕树下你真的会唱吗？会，大概可以。难道不会？应该会。哦，不会哈。歌词记得吧？不行的话，你给我提一次。我帮你提一下，没关系。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歌哈，我唱到我差不多的时候，我甩个头就该你唱了。你唱不下去的时候，你甩个头我就接了，这好不好？那两个都唱不下去的话，我们点个头，那我只要抬头就低下来了。
好不好？好，啊、你要甩就好，你不要乱甩啊！尽量试看看。来，掌声来一下，龙叔下来了。我先唱吧，好。唱国歌，我跟你讲，你很伟大。是，我很少唱这首歌帮人家合音。哎呦，啊，你太伟大了，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干嘛？没错，因为这一首歌哦，真的是我从小听于大哥唱到多小啊，我才这个三十几年前唱入的歌曲，有多小啊？哎呀，从小我也不老，好不好？还从小哎，因为我喜欢吹萨克斯风，这一首每次都是我必须要吹的，对呀、啊，哇，厉害啊，对呀、啊，你用这一支吹吹看，你这是吹的嘛，拿萨克斯风，对，哦，还要穿玫瑰来、啊，好了，给他掌声再好，谢谢大家，谢谢。第一份先送给这个帮我们呢一起唱《榕树下》的这一位周大哥。这个是什么？这个呢是我们于大哥在上面有特别亲笔签名哦，亲笔签名的拍立得电风扇哦，回去都可以。对，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还想要这个于大哥亲笔签名的礼物，举手，优先好不好？所以现在就把时间来交给我们郑文灿市长。好，那邀请我们一同莅临现场的所有与会贵宾，所有的市府人员也都可以一起来到舞台上方。好，今天莅临的所有长官贵宾们都可以一起来到舞台上方。待会呢，各位杨梅的乡亲，我们掌声谢谢我们永远的常青树于天，南埔阿乡高雷者哈。各位杨梅的乡亲，市民陶哥，大家晚安，抬高后。也谢谢。在台上的陈爱素美立委、李嘉欣议员，欢迎；周玉琴议员、张虎如议员，欢迎；我们负责策划的文化局庄秀美局长，好；负责执行的杨梅区公所姚敦明区长，欢迎。我也介绍几位候选人哦，
这个房租秀儿、陈一环、陈秀玲、郑淑芳、卢全吉，哎，谢谢我们这个市政府这个负责市民卡资讯科技局局长陈刚宁。那陈刚宁呢，也是住在杨梅的这个大台北社区哈、哦，谢谢。好，我们好往后退比较近，好。那也谢谢在台下的祈福宫我们的郑时郎主任委员，欢迎。我们负责维持交通的分局长刘应公跟警察同仁，那我们台下还有很多里长一起来共同分享，我们请里长们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好，欢迎我们各位里长们的莅临。那还有特别谢谢哈、哦，因为这一场活动是重阳敬老的音乐会，那有很多怀旧的老歌，我们的阿公阿嬷也很多人来，我们大家掌声给他们祝福。欢迎现场的阿公阿嬷们。我们桃园市是照顾老人的典范，我们有三节敬老金，有重阳节敬老金，有这个敬老卡，有装置假牙的补助，还有健保费的补助，还有许多的关怀据点，以及有各地的老人文康中心。我想哦，一个社会要进步，要让长者有健康没有烦恼，有尊严没有负担。我想我自己当市长以后，对老少要照顾，心里是觉得这是我们的义务。那么健保费的补助呢，让长者负担降低，也让年轻的家庭负担降低。有一个阿公问我说，市长怎么没有看到收费的单据？因为桃园市政府这个三个月缴一次，那一般的市民是收不到的。那有一个阿嬷也跟我说，市长三个儿子经济条件不太一样，要靠哪一个儿子哦，想很伤脑筋。现在不用伤脑筋了，桃园市政府让你靠，大家说好不好？那当然这个我们也照顾年轻的家庭，桃园市生育率六都第一名，人口成长也是六都第一名，包括杨梅现在成长也很快，我们要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推动了生育补助育儿津贴，我们做到三岁3000块，现在中央才跟进4岁2500。我现在把两个版本融合，我基本保障都有到3000。那如果交给保姆，中央补助6000，我们加码到7000。如果交给私立的托婴中心，中央补助6000，我们加码到8000。我想现在桃园哦，私立的托婴中心93%都签约了，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希望一个社会老少都要照顾，在重阳节的时刻要祝福我们在场的阿公阿嬷，这个重阳节长长久久，健康久久，幸福久久，我们给他们再掌声鼓励一下。那当然今天在这边也要特别谢谢祈福宫，这个有这个喜庆的味道。我听说每个就这个教堂啊都搭建起来，还有很多人去打卡拍照，我们给祈福宫掌声鼓励一下。一个传统的百年的古刹庙宇能够翻新重建，那经过了4年能够举行建教的大典，我想也祈求说过去拜的三官大帝是代表了客家区对水利工程的重视，啊，也代表祈求农作丰收。现在呢是要祈求各行各业能够安居乐业。啊，我当然我要特别祈求一点，就是我们的杨梅区公所已经搬到了农会，那么即将要新建新的杨梅的行政中心，大家说好不好？我们总预算编列了7亿2000万，
那么中央补助了这个内政部补助1亿元，交通部补助了停车场1000万。那我们预定要盖地下3层楼，地上6层楼，设计完成了。那么地下的3层楼有200多个停车位，以后到第一市场、第二市场或大城市场买菜，可以停在我们的行政中心。大家说好不好？好。我们也把临街台一线杨梅分局对面这一排房子拆掉，让我们未来的杨梅区公所有一个完整的门面，地上一层进来就是2楼，底下老街这边1楼可以做展览，很方便。顶楼的6楼呢，我决定因为杨梅的夜间活动要办比较不容易，我决定上面保留做一个600人席次的杨梅的一个小的展演中心。大家说好不好？所以要晚上要办活动也可以利用杨梅新的区公所。另外一个要即将要动工的杨梅体育园区，大家等了10年，讲了10年，终于能够在这一届完成土地征收，发放了10亿元左右的这个土地价款。那整个建筑物要到达19亿元，因为要盖3栋。第一栋是杨梅的跆拳道训练中心，那么这个训练中心是国家级的，所以将来杨梅的跆拳道这个选手有很好的训练中心，这个请农会周宗伟总干事可以放心，因为他的那个徒弟的徒弟今年刚拿到亚运金牌，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啊，第二个、第三个比较重要，第二个要干什么呢？杨梅国民运动中心有游泳池、体适能教室、飞轮教室，大家说好不好？别的地方都有盖运动中心，杨梅当然不能落后。我们也决定体育园区里面要盖一个完整的运动中心。第三呢，像今天快下雨了，我们哦那边缺乏一个大型的展演中心，所以我们要盖一个1500人席次的展演中心。大家说好不好？以后停车也很方便，所以杨梅正在大改变、大进步。今天的重阳节的晚会，那么也谢谢那么多的乡亲参加。我想哦，市政府跟市议会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要让杨梅登短廊，最南端的杨梅不能够被忘记。我来杨梅已经超过600次，已经超过600次。我想每一次我来到杨梅都知道乡亲的期待，大家放心。那当然这个如果下雨我们后面的这个行程就稍微缩减一下。我也谢谢乡亲，谢谢我们台上的所有的来宾，让我们一起努力把新的行政中心盖起来，把我们的体育园区包括展演中心能够在年底新建，赶快来完工。再一次祝福我们在场的乡亲重阳节快乐，这个也是中秋节快乐，谢谢。好，这一次谢谢市长为我们带证词。那市长请刘部也请我们台上贵宾我们靠近一点来一张大合照哈。所以现在邀请我们现场莅临的所有长官贵宾们一起来到舞台上方。那我们靠近一点，也请上的摄影师以及媒体朋友们帮我们捕捉画面。好，我们靠近一点点。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一个大大的赞，3、2、1。好，再次感谢我们市长，也谢谢我们接力领现场的所有的长官贵宾。那我们请市长留步，那邀请我们台上的贵宾也都可以先入席就坐。虽然下了一点雨，但是这雨感觉快停了，对不对？因为到了现场，所有朋友们最期待的摸彩时间。那当然呢，我们就是时光慢些走，那我们加一些补范文，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祝福。然后今天到杨梅，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爸爸妈妈的塔位放在杨梅。哇，好感动。对，所以我今天也是为了他们唱，然后也希望说在座的人都要孝顺老人家，多报父母恩，然后有话轻轻说，不要太用力讲，他们会吓到，因为母亲的爱永远都很伟大。对，给我们放弃一个热情掌声好吗？谢谢。
的感动，非常的感性。那当然感性过后来一点欢乐时间，比如说最近呢有我们的贺岁片正在开，我们的贺岁片对刚开完两部，一部是喜神麻将，一部是大三元，跟麻将有关。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碰过麻将，但是因为这一部电影学了麻将，可是动作很像了，但是还是看不懂。没关系，学得像就好。那么跟大家分享的大三元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或者是什么时候会上映，分享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对，应该是过年吧，过年会上映，希望大家都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国片加油。没错，拍得真的很好。对，而且里面都有很多呢，有我们的角色啊，Ella 一起出现。那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大家记得，在我们2019年过年的时候，一起呢到我们电影院来支持我们方继伟，你们说好不好？好，那当然，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我接下来我可以下去给你们见面吗？当然，虽然下雨，因为大家这么热情的到这里，我还是要让你们看看，我没有老哎。对，不老女神，好不好？永远心中的女神。我其实今天走到那一天再走回来，好不好？那这首歌曲是《想你想到梦里头》。好，《想你想到梦里头》，掌声有请方继伟。谢谢回家了，下雨了，下很大雨啊。你好，叫做《永远的军中情人》，请问小朋友们，大声告诉我，这一位是他是？没有错，这现在就让我们邀请我们的不老女神方继伟，掌声有请。叫我不知该如何，我不知。像这个，对不对？对我来讲只是小差一点，我们就对不对？以不变应万变，我们直接清唱。那个英东老师没关系，我们不要被一些状况吓到。哇，清唱就是很讨厌我们。靠近你了，不在我的梦里头，
看袂着。双手哦。行着一步算一步，雨水若落，已经淡淡洒过。一阵风，只是个人的心情加坚强，时光的回响，不知有偌多苦楚。阮选着的路，一定坚持到成功。坚定的心，我阮向前行，请你记着阮的名。有人出世就好命，郑文灿是用命在打拼，不怕失败，慢慢向前行。运命不是天注定，只要用心来打拼，一定唱出阮的名。是不是啊、哦？我们文化局局长也在这边，区长也在这边，哦，然后我们的我们的分局长刘应公，是吧？掌声鼓励一下。分局长，我有一首歌啊，去年那个献给我们内政部警政署我们的警察之歌，啊，接下来我叫做我昼夜歌唱，哦，那刚好今天我们市长就在这边，他先用，好不好？好不好？就是他一直当我们桃园市所有的乡亲的歌刷，好不好？帮我们遮风遮雨，好不好？好、哦，那今天也很多很多的我们警察同仁辛苦的在帮我们维护这边的这个交通秩序，我们是不是也给他们来一个感恩的掌声？哦，你敢问敢问，安尼一点讲到这，刚好炸一条我这里的歌刷，真的吗？啊，还会不会跳台？我是无咧惊啦。这条歌我买当清唱，OK 吗？好，加一点女的。为你流汗无声声，上文
对啊，今天真的是这个场面人山人海，而且已经你看挤到两边的这个走道，走道旁边全部都坐满了。那一定要跟我们杨梅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好不好？来，我们杨梅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我要听到你们的掌声加尖叫声。哇哇，这样的热情真的。这种的不是像你的那吴宗宪宪哥后边阿咪无，他有一个按钮一按。